What's up？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唐。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范德凿足道馆 West 的最新的这个活动现场。然后我们已经领取了自己的档案袋，现在跟我们一起往里面走吧。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场景。如果你起先已经看了 West 的这次宣传片的话，就会知道其实 West 这次是跟范志毅先生一起合作做了一个这种回到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一个场景就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大家应该小时候都有玩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街机游戏了。刚才就是很经典的拳皇。下面这个场景呢，就是我们足道馆的主题了。可以看到这边有按摩椅啊，还有一些老旧电视机。守护滑手双脚。滑板才能更好，仅以此锦旗送给 Vans。5 minutes later， 啊，舒服。好，接下来的一个区域了，来到了我们 Vans 最近都在主推的个性定制区域。然后这里可以做一些 Vans customer 的一些鞋子，然后也有非常好看的一些场景，我们看。今年 Vans 官网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升级，就是 Vans Family 的这个功能。其实它在美国官网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其实相当于一个Vans 官方的一个会员系统。通过购买和参加活动的一些积点，它就可以兑换一些小的礼品，像这次就有潘达梅给 Vans 设计的这么一个木鞋。这里也陈列了最新的这个 Thrasher 的这个联名定制款的鞋子，然后它是有两个图案，一个图案呢是 Thrasher 的这个标准的经典的火焰 logo， 还有一个图案呢是这种黑白的方块box logo 的一个图案。然后呢，大家也就是可以去官网的 Mass Customer 定制系统上面自己的选择这个图案，然后用在整个鞋子上。非常有情怀的铁皮盒子，还是刘德华。刘德华是一个梗，可能很多 Vans 爱好者不知道，但是 Vans 内部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然后呢，后面还有搪瓷杯子，还有这是应该是一个模型了，一个收音机。都非常有怀念的这种感觉。还有中华的，它不是二 B 铅笔，是 HB 铅笔，中华铅笔。刚才喝茶的时候，我妥妥的选择了枸杞红茶。年龄已经大了，这个茶缸呢，喝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动作，就是喝完了之后。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要把茶叶梗子给吐掉，不然茶叶梗呢就是过滤不掉的。好，来来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范志毅同学的奖状啊，总共就四块，看样子小时候还是很顽皮的，没有我的多。好了，有万色活动就不可能没有滑板的嘛，然后现场最大的一个区域就留给了滑板，然后 Vans 把这里设置了一个滑板的体验还有教学的一个功能区。
小哥，走了，下次再见。